하나, 둘, 셋. 我觉得你的这个节目很自然啊，就是这种很生活、很自然，就是大家会喜欢的场面。也希望这样的东西。对，所以我们要先开头嘛。好的。Welcome to WinFormation。今天呢，正如大家所见，我们又邀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就是 TEN。耶！我很希望今天马上我的这个钱包里面有多少钱呢？没有啊，就是你刚过来的时候给你买的那杯咖啡，就是你今天的演出费。OK OK OK。所以你要自我介绍吗？大家好，我是 TEN 李永新。我们这个环节的第一个就是先是解决粉丝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要不你来念吧，既然你是嘉宾。不是，因为真是是我第一次嘛，我没有这个，我很紧张。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吧，第一个问题一般都是嘉宾读。很好的节目。我一起读吗？好，一起读是很好的。你读这个，我读这个。好，那我们一人读一个单词吧。OK。Who owns the most clothes or has the best fashion sense?Lucas 吧，哦，真的 ，Lucas Kun， 杨洋，杨洋啊，杨洋是 shoes， 他鞋子很多，对，他有很多的 $1,000 shoes， 但我觉得你也有很多衣服，我没有啊，最近我不买衣服，但是你会淘那种衣服，就是淘那种又漂亮但是又不是很贵的衣服。平常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白色啊，不要贵的，就很生活，是不是？对对对，哦，接地气啊。OK， 很漂亮的衣服我放在我的这个 wardrobe， 因为有什么特别的日子的话，我穿这样子啊。所以今天你是不是特别的日子？是不是？这很特别的日子、啊。你不是说你平常都穿黑和白的吗？所以你来录节目，不是今天我？今天不是很特别的日子？我可以说吗？你不要剪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炒，然后呢做这个 makeup， 然后穿衣服。我们到这里，然后不是我们的节目是自然的这样。对啊，对对 对, 对，不要穿衣服嘛，然后对对，保持初心嘛。我们这个节目一直是这样的，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你还没说这个啊、oh, ？Best fashion sense。Best fashion sense。我觉得是 Winwin， 我的 Winwin 老师。我觉得是杨洋吧。我觉得是 Winwin 老师。啊，我吗？对啊，我是 fashion star。因为我喜欢，他穿衣服吗？他用三个小时一直看镜子，然后觉得这个衣服是好不好？哇 ，too over， hey， it's too over。我差不多只用差不多十分钟吧。我给你看你的样子吗 ？OK， 大家，这个是镜子啊。啊，我爸你们哟。아나오늘이상했어했어나이상했어했어하지我在沙发上看他민민아형很帅然后他就这样哦哎我的名声要被你搞烂了哦我觉得是杨洋吧 OK 为什么哦不是我选肖俊，喂，哦，我选特俊。那我们可以换问题吗 ？Has the worst fashion sense？ 因为他有一次， okay, okay. 现在是好多了。对，但他有一次，人家没有记错呢。我勇士屁也说，就我们在练习室的时候，他穿了一个很 tight 的一个衣服，你知道吗？黑色장에서입은그런거알지알지那时候正好是我们23人一起练习嘛。每一个人过来都要跟他说句哦，肖俊哦 ，passion， 然后存的，感谢你啦，感谢你啦，感谢你，谢谢。超级紧，就跟健身教练一样，但他又没有健身教练那种身材。嗯，我是肖俊。哦，肖俊存的，感谢你啦。哦，근데사실，我们要给肖俊一个 clap， 因为他很努力，这个。锻炼对，所以要多鼓励他。你锻炼身体，你要给他大家看的。对，所以说他很有勇气啊。He's very brave。你也有勇气，你也是，你是勇青。
真的是。好，下一个问题来。驴拿到驾照后有开过车吗？队里谁的车技还不错？嗯嗯，我一次没开过。我也没开过。好像拿过来有半年了，但我一次没开过，而且我现在已经忘了。哎，但我觉得我们队开车最好的，我觉得是坤吧。坤嘛，因为他以前他在那个中国，他也有驾照，所以说他在国内其实也开过车。我是为了就以后，因为我觉得我早晚会考驾照，所以我就想早点就是考掉。哦，我也是。对，就为了以后嘛，以后可能会用到，所以说先把它考。但是我听说你这个考这个驾照的时候，老师帮你啊？嗯，没有啊，我一遍过的哟。这个是Win Win的 privacy， 我不可以说，但是。有是啊，哇，我真的很有他真的开车的天赋。OK， 比如说啊，你做一个错误嘛，在考试，然后他老师，嘿，你做错了，然后他，然后老师说 OK pass。我觉得今天好像邀请错嘉宾了，好像。装逼的，好，好，好，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我想买，因为我感觉好像，可能五年后，你有家人什么什么？不是不是，怎么家人？就不用人来开了。야가 AI， 哦 AI， 哦，나무서워，무서워요？근데뭐가뭐뭐지않아요？아무서워，아무서워，미안해。我想买那种车，就是。지적도할수있어그리고예혼자도할수있어요그만약에위민이갑자기그 AI 로여기가지세요하는데갑자기 AI 갑자기고장나는거야그러니까자겠다사면영원히자는거그럼저도혼자할수있어요맞지그래서이런거는스스로해야돼믿으면안돼형무슨차사고싶어요원래는캠핑카이제는좀 SUV?근데제가봤을때형의운전실력보면이런큰차아닌것같아형일단작은차일단하고98점입니다형두번지금받았나요야그날형한번시비해서나시비안했어요나피왔어나피나밤에요밤에나도밤에피왔어어쩔수없지운전시험하는데피엄청많이아그럼그냥태풍그날태풍하면서오와오와형진짜태풍에이그럼태풍나도잘할수있어요 MC 잘라어쩔수없이알았어알았어형잘해잘해잘해아진짜요죄송합니다한번기회주세요뭐요누구야나언제했어했어안했어기회한번주세요아니야했잖아아니야삼유민그날어릴때이렇게입어요삼유민항상한쪽에떨어져우와억울해나진짜억울해삼유민항상이쪽와이상가만히있어삼유민항상앉을때이렇게돼진짜요죄송합니다아니아니아니이렇게안했어아마너무귀여워아마너무귀여워서봐줬어편지해주세요안돼来直接到下一个问题 OK我觉得你的自拍都非常好看，除了自身的颜值外，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吗？不是，我觉得 Tan 的 selfie 真的非常好看。哎，我觉得他的 selfie 真的非常好看。你可以教我们一点技巧吗？我没有拍，我随便拍呀。哦，随便拍都那么好看，哇，果然是天生丽质，果然是 Tan 啊。Tan， 我们看，我们看看嘛，你有几个自己的 selfie？ 我没有。你没有 selfie？ 哇，你只有 selfie 啊？这个是中毒吗？不是啊，我真的不是中毒。对吗 ？selfie 中毒。我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才会拍。你看，我的没有自己的 selfie。哦 ，OK 哦。哎，我给你们看很好，你看他的腿。哇，他为什么这样抖啊？我也不知道，而且这个很好笑。给你看，我的妈，他的腿一直抖啊！他可能是啊，长高。好的，我觉得是微运吧。好，好，那就是，技巧哈，这个一般都是收费的，但是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善良，所以说就免费的教给大家。很好的节目。一般呢，这种自拍啊和这样子拍和他拍别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拍别人呢，就这样。然后再往下一点点，可以给我一个 camera 吗？自拍，请大家看，现在是自拍吧。嗯，自拍其实是跟他拍不一样。他拍的时候，就你拍别人的时候呢，就是你要从
拍别人的时候你要从下往上拍嘛。OK。这样你要这样拍别人、嗯、然后稍微往后退一点，然后找那个九宫格的那个中间的偏下面的位置、哦、这样会给别人拍的更好看一些。 OK。 自拍的话呢一般都是从上往下拍，对、嗯、一般是这样拍，嗯，这样会就显得脸更立体一些。但是你要是长得很好看的话，你就当我的话、okay. 就白你教一下，就比如这样拍这样拍这样拍其实都可以，每个人拍照风格其实都不一样，就是你觉得怎样好看你就怎么拍，就你拍一下321 yes、啊、这样 OK let's see 啊 see here see 好不好，他们不好吧，哦事故事故、嗯、放松事故那我们要不看下一个问题吧，太歪了from Dunday baby 啊、five Yang Yang or 5 years? Yang Yang. Okay. Nope. 这个干嘛的呀？我今天带一个。看一个啊。嗯。어떻게선택해？哦，我选这个五岁的杨洋。哦，要我也选五岁杨洋，为什么？重新叫他东西啊。小朋友要从娃娃开始抓起。你要教他什么？很多东西。比如说，嗯，生活。说实话，他其实挺有 sense 的。对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很有 sense， 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自己很聪明。他也有这样的，他想让你 attention。啊，他想吸引你的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然后他这个东西，但是他的眼睛已经。啊，会。所以每天我看他。You want attention? 因为他很帅，这个怎么说呢？他好，他装他我他没有关心，嗯，但他其实关心。我杨洋 ，I think your clothes look kind of weird. Are you? 一岁。他就想要做。然后 ，No, I think it's cool.Yang Yang, I think your shoe is kind of funny. No, this nice. 对，我这么阳光，很可爱。嗯，他就因为他小朋友的那种心情嘛，所以说就，所以看到他总感觉好像自己好像看到了以前的，就是以前的自己。你不会吗？不会啊，不好意思。现在我们家有三个。宠物吗？对，然后我要给我们三个宠物的 attention， 但是还有杨洋我的 attention， 所以我come on baby， 因为他也是羊，不好意思，下一个问题 ，OK， 哦，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做 ，OK， 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找 Ten 一起画画吗 ？OK， 那我觉得吧，其实 Ten 的画画水平大家其实是一直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他画得特别好，但是现在很早。这我的，你还没有这个 idea。对，现在我的手很冷啊，所以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赢你了。那我们画什么呢？我们画自己吧，互相。你来近一点。没关系，就这样吧。压，不要压。好了。我要看清楚一点点。好 ，OK。排队。好，알았어요。嗯，哦，오늘잘생겼네 cute。어여기첫발을일단 너무디테일이렇게디테일까지안해도돼요가만히있어오케이오케이 알았어요아니이렇게디테일까지안해도돼요나디테일봐야돼한번봐커트까지봐还可以玩一点，超快的。알았어。你想转？머리。这个是头发还是头发？头发不是毛，头发。Let me see your eyes。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哦，我看到你的心了。嗯，我也看到了你的心。你的心太。太善良了，不行，你这样的人，你这样你在生活上面你会被人骗的，你要像我一样。哦吼吼，눈예뻐。嗯，형도。아창원눈봐봐。왜더가까이봐야지알았어아이야
你有很好的机会。没关系啊。하지않으면그럴때이번에너무아닌것같아형님도아닌것같아이거먹을수있어 아我的画画水平真的是太棒了어때형만족해네거봐봐네거봐잠깐만수영까지안해도돼형 오케이제출라 怎么样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画之后是不是对我们越来越失去自信哎我的眼睛不是这么多好看呢、啊、这个炯炯有神这个很呛呀像吗很呛啊其实画的挺好的画错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画的像那个那个是你晚上的不是那个樱花那个电影My precious 什么我晚上说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不是很正经的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今天的主题